上礼拜我们问了大家万圣节想要办什么，结果莫名的收到几则悲观的留言。今天我们不做调查，我们要来做心理咨商。那最多人选的呢是地府少年的花子君，然后还有一个讲了杰哥。哎，杰哥超难办的，好不好？而且你要有点猥琐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他要办快筛试剂。怎么办？穿成一个长方形的吗？然后肚子这边画两条。那我要怎么知道他是快筛试剂还是 B？ 汤马式小火车。朋友之前真的有办，箱子箱坐火车，然后脸卡在那边。我的脸最吓人了，所以我会办我自己。它沉重到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可是往好处想，如果今天万圣节有你的那个 party， 还有办一些比赛制，然后与吓人相关，你就可以卸妆就好，素颜。因为女生素颜的时候确实是不同的人。如果看到女生素颜的话，她如果没有今天没有要跟你打招呼的话，可不可以假装没看到她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宝可梦，连臭臭你都会回避我。因为我是觉得臭臭你很臭吧，这种人回避你其实也好。还有一个人的留言是我们影片一发的时候我就立马看见了。我的前提也是说今天我就是会去一个万圣节 party 的，所以有人邀你啊，是一个快乐的活动。对啊，我今天原本是想说万圣节这种 happy 的活动，就大家都突然间有点微悲伤的这种，那是要人家怎么办？这个 party 我还要不要办？这 party 我取消，我不要办了，不要办了。